Hello， 欢迎收听特别读三角。咁啱啱咧，我就学咗呢个保密嘅。咁本身录咗嘅，但系有啲问题，咁就搞到冇咗嗰橛啦。咁所以我就学咗呢个蓝牙真英啦。咁好可惜嘅就系咧，我已经有一本啦。咁所以我应该唔会重佢住噶啦，因为如果讲兵种嘅话，咁我有呢本可以继续重啦。因为我仲可以锁住嗰两个嘢，然后继续重方士嘅血量或者方士伤害、方士射程又好乜都好啦。咁跟住我有呢个酒杯喺度。又系未整嘅，咁所以我可以重呢个嘅，咁但系咧，我而家有1000万啦，咁起码可以值咁价，咁我仲有800个元宝嘅，咁所以我会走去锁住呢一个诸葛神武嘅血量，睇下好唔好彩整到啲弓箭塔嘅星星属性啦，咁有金色啦，不过嗰啲冇用嘅，咁睇下其实如果系金色嘅话。除了是这个流星炉的话我都会要的了。那流星炉其实我不是觉得它那么厉害的。那它比星星的是啦。但是我都是不会要的。因为我另外那个呢都已经是咦这个当然要了。59是不是高不高的 ?59 都一中间偏高一点的。那其实现在看看我究竟这两把有什么东西了。因为呢个加咗弓箭塔嘅伤害同生命嘅血量咧，已经系满咁滞噶啦。咁而家呢个加埋减速咁啊，好好啦。呢、这个就有诸葛神武减速，呢、这个就有诸葛神武血量。咁其实我而家争诸葛神武嘅伤害嘅啫。咁之后就好劲噶啦。呢两个嘢已经基本上系有晒我需要嘅嘢啦。因为我话我都系唔需要呢个流星炉嘅嘢啦。咁所以如果可以攞到呢、这个。诸葛神武的伤害咁就系最好啦。咁但系因为而家锁嗰个咧就要100元宝嘅，咁你见到我得翻300嘅元宝咧，我可以整三下嘅啫。咁我就唔揿佢住啦，因为我仲有好多粮嘅。咁啊，揿下呢个先啦，睇下会唔会攞到金色嘅斧斌啦。因为呢个系一个金色斧斌都冇攞过嘅。咁啊，金色其他嘢就攞过啦。因为金色斧斌就想要净系除咗嗰、那个呢、这个叫咩训练时间减少之外唔要呢其他嘢都系有用嘅。咁但系呢唔知点解呢个整咗咁多次啦都系冇嘅。咁磨金咪有啊，不过我用晒量啦，咁就冇啦，冇嘢好讲啦，冇嘢好整啦。不过今日呢一集呢都系算系成功嘅，因为都起码攞到个好紧要嘅一个星星属性，同埋亦都OK 高啦，唔係算超低啦，咁所以但係我都亦都冇咁嘅要求㗎啦，我暂时都要用住呢个先㗎啦。咁而家诸葛神武又会减速，弓箭塔又会减速，咁我觉得呢个防守可能会好好多嘅。咁今集呢个讲宝物呢就讲咗咁多先啦，下集见，拜拜。